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是最喜欢什么科目吗？最喜欢什么运动 subject？ 跆拳道。最喜欢跆拳道运动吗？ Yeah. 一分半钟左右。好，我上一次五分钟弄 bridge 很强哦，在我的奶奶家。然后就这样。我其实觉得我最喜欢的踢是后踢，因为我觉得我最棒啊。像我游泳最喜欢是那个后面叫什么 backstroke 仰式，是因为我就比较快，我就比较喜欢我比较会的东西。嗯哼。你有没有人可以？你跟人家比赛的时候，有人可以单脚站比你久的吗？你不觉得？所以要欢迎大家来挑战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叫秘密吗？叫秘密吗？喊秘密来挑战吗？我现在应该就已经要快要走了，我就放脚了。OK。